啊，旗舰部落很多人都在观望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小女子到底能够做出什么事情啊？可能没有多久她就会放弃，就是我会马上放弃啊。”可是那个高老师就一直鼓励我，因为他说他也是被那个农药所害哦，他的身体都有点免疫力很差，所以他很坚持，很鼓励。他说所有在做无毒蔬菜的人，特别我们走的不只是有机，我们走的是自然农耕，就是用自己的自然环境，一直尽量用最自然的方式来种植这些蔬菜，所以到现在小有一点点成果啊，甚至我们在去年五月就已经成立产销班，是返山地区的有机蔬菜的第一班，所以这是一个先机，这是一个先机，就是其他人都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你就开始做，可是你第一个做的人会很惨，会被人家笑啊嘲笑，会被人家讲很多的话，可是走到现在已经没有人敢说了，因为我们写的那个招牌是狮子乡有机蔬菜，他嘲笑我们表示他嘲笑整个狮子乡哦。当一袋袋的甜菜根、山苏、洋葱、叶菜类等等的新入有机蔬菜在磅秤上论斤论两的贩售时，我们从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丰收的满足，也从客人的脸上看到了付出的喜乐，两者之间因为有机蔬菜而产生了互动，这互动就印证了教堂墙壁上的这句话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而且这个爱字不用写出来我们也知道，因为爱就在彼此的心中啊。